你这是收这个的吗？扣扣快，别耽搁了。哎，鸡蛋三十。你这个菜是送多少个，老板？50个，这个是。我刚才送多了，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份工钱？啊？啊，这个拿回去吧，这个是多的。啊？这个是多的。 不是，我可以赠送给你吗？我不要，我只要50个就可以了。啊！还有4袋，我给你搬过来。老板，老板，您点点。啊，辛苦你，这个给你。你这有喝的吗？ 行，谢谢。我吃白糕吧。这个只可以吃的啊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老板，你真漂亮，谢谢。Cool。大陆哥，哎，大陆哥，等我有吃的，我有帮你拿吃的。我有，这是什么？桂花糕。